最近好多粉丝艾特我拼乐高是个新版迪士尼城堡，但是我刚花三天三夜拼完唐尼万寿安利的老版城堡，哪个好人家的公主要三个城堡啊？粉丝说给你点小心心，买回来了。你们知道新城堡有多少片零件吗？救命啊！救命！4837个，比老板卢图多了757个。这次的说明书居然有仨，这蓝色的是冰雪城堡的，另外三个是这次城堡的。一个顶仨。有奖竞拍，弹幕预测一下，我拼完这个城堡要花几天呢？俗话说得好，盖房子先从地基开始。这底座有点高级。家人们猜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有了前两个城堡的经验，这个底座也就拼了我一个半小时吧。先用迪士尼四大美人做壁画，接下来给房子盖框架，城门拼得好幸福，生活不会跑。金色的砖瓦一点缀城堡，富丽堂皇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。一天过去才拼了这么多，家人们给我点个小心心，咱们加个速。为何绚烂笑容浮狂，为何爱我却与我牢笼。谢谢家人们的助力。第二天过得像几秒钟一样快。第三天咱们主打一个细节，灰姑娘的水晶鞋放顶楼，楼下是白雪公主在照魔镜，睡美人的床旁边是她的绿色火焰壁炉，翻转就能变成纺织机。美女与野兽的真爱之花放在阿拉丁神灯旁边，厨房有茶壶太太和卢米亚，小美人鱼梳头的叉子和花木兰的剑用来镇宅，王子和公主就可以快乐的在一起了。像这样给他们多安排好房间，就好像我和公主们一起住在里面。